我是丁丁，我又回来了。我们今天要来玩一下这个白金时期死亡骑士的召唤骷髅，它的强度多强呢？我们弄它去打怪测试看看。我们背个72地图，找这种怪多的地方，然后我放骷髅自己打。它打怪的速度明显比黑豹还要慢啊。黑豹打72地图的怪，大概抓3到4下就死了。我把这特效关掉，你们来，看到了吗？它在旁边。看不到血量，对他其实是他也是有攻击的，但是我必须说，这一只史巴托的伤害跟黑豹还有那个精灵守护者的输出应该是不同档次的。你连这种小怪，他的刀数都要打比黑豹多一倍以上，他没有什么晕啊或是范围攻击相关的技能，他只能平戳。好，给你们稍微看一下，拜拜。